厨房买面包不要买那种白的面包 OK 我知道白的吐司比较好吃啊，不过比较不那么营养啊。偶尔加给面包给太多不好，听说对鸭子啊那些也不好，不过很好的爱吃啊，已经吃了，我已经先给那些鸭子的东西了，然后我就丢面包，呜呜吐吐吐吐吐吐，好像从来没有吃东西的，从来没有肚子饿得很那种，奇怪怎么鸭子也会上瘾呢，会挑剔呢，吃面包，面包是我们人吃的，它怎么也会常吃，要买的话买全麦的给他们比较好一点，不过因为那个面包它有发酵的 OK， 所以也许吃太多对他们大概不好，哦，好吃 哦怎么会好吃呢，奇怪，鸭子也知道好吃啊，哦，知道哇，好过瘾，好过瘾，多少都不够。然后那个鱼也是一样啊，奇怪，鱼也会爱面包，什么意思嘛？嗯，哦，一放下去就哇，几千把都抛出来，跳什么跳上来，这他们好挤好挤在一起的，两秒就不见了，一包这么大，两秒了而已，我算清楚。哇，吃好快，而且太多嘛，挤在一起，好挤好挤，跟草一样，哦，一个呛到一个这样子，然后就吃得很快，很爱吃，嗯，啊，我们都有买正确的东西给他们吃了，不过他们爱面包，不晓得怎么爱面包爱到这样，连我狗也爱面包，如果给他的话，他整个这样子就吃光了，法国面包爱吃。嗯，吐司也喜欢，特别那个他们比较喜欢吃硬的，比方说留了很久以后就可以吃，不过吃那些有那个发酵那个嘛，就对他们也不怎么好，我不敢给，偶尔才给，不过好爱吃，奇怪呢，他们又不是人，怎么会爱吃那种东西，然后爱吃汉姆啊，越南汉姆，中国汉姆啊，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些像这样，然后外面包那个海苔那个，哦，多少吃不够，美国的来日本的啊，以后有一个地方我在泰国的时候买别的，好像不同的公司弄了，不是日本的怎么不吃，哪有这样，看你很像啊，在香港买，他们卖别的不晓得，看你很像一模一样，就是瘦了一点而已啊，哦，不吃哎，啊，然后喜欢吃海苔啊，有一些海苔他吃，有一些不吃，嗯，特别有那个什么芝麻油了啊，哦，那个很爱吃，哎，自然的呢就OK，吃一点。客气话这一点，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想吃那个狗的东西嘛，啊，我就把那弄脆脆的丢进去给他有一点胃口了，用那个有芝麻的就马上的全部都干净了，用那个自然的味道 natural flavor 我吃，狗怎么会这么挑剔啊，奇怪哦，鸭子他们好爱面包哦，你没看到哦，我都给他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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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吃得好快，我说慢来，不然会呛到，会被呛到，哦，然后就很快就来喝，就来不及跑到那个河里面，我就不拿一缸杯那个水给他们喝了，只是赶快喝下去，哎 ，OK， 你们大概没问题哈。No， 每天吃得饱，好像怎么还有地方可以放问题呢 ？Anything else? Is Iran now very cold now? Now is the winter. It's starting the spring. Spring. Oh, just like here. The second month of spring. Just like here. Second month, yeah, of spring. Really? Yes. Oh, that's cool. I have never seen Iran in this lifetime.Anybody can visit Iran, right? Yes. English, Australia, American can, right?
Yes, they can if they get visa. Must get visa, right? Yes. Cost you a lot of money, huh? $800, right? It's a lot. Yeah. It's a lot for Iranian, right? Yes. Okay. Ah, ah, you mean, huh? Lưu chưa biết nó mà chịu, khăn chưa kìa, bí phân xuống chưa kìa, lưu hào chịu, hào chịu, mấy hồi chà. Xuyên sinh chẳng sử mô mà, mấy chẳng sử mô, thao bức cảnh chẳng hả? Bía rỉnh, nó cái lưu hân chịu, nó sẽ là chỉ sổ khăn. Lưu một tân sân. Tân sân, ôi dạ, sơn thông minh, lý mên cao su. Tân sân chơi xinh hủ. À, đúng. Chú khởi khăn su. Khởi thinh hoa, khởi thinh hoa, hẳn đua 很多都不相信师父，相信他的业障。对了，我讲好多事了，很多人就跟师父说，哦，如果早认识师父，我就不会成家了。然后，印心观念还是一样成，是一样结的。他比较相信他的业障，不相信师父嘛，没办法。我们那个生生世世业障多嘛，结缘太多了。 然后就特别是敌人啊，冤家，奴才，去哪里都碰到，奇怪，不要他也来，特别不要他又跟来，麻烦。我们本来一个人无忧无虑的，要走就走，要去就去，要又捆就又捆，要要夹崩就夹崩，啊，他就来了。 然后脚崩也要等他，要问他你今天，爱不爱炸什么，然后还要煮给他，等他回来，等等，然后饿也要等，不自在，睡觉很想休困，还被人吵起来，等等，不要去那边，他也拉去那边，不还不要回家的，要拉回来，等等，哎呀，本来生出来很自由自在，何必？ Too much, okay? Yeah. Today is not official, okay? That's why I also don't wear official clothes. This is not official clothes. This is monk's clothes. But I put this on and this on and it looks okay. Otherwise, it's a monk's clothes. You understand? Yes. 我们不需要什么奢侈的衣服了，知道怎么穿的就好看了。 这是和尚服嘛？他们买给我有没有？哎，然后我就因为去看你们，而且今天冷嘛，我就多放这个上去，啊，穿那个帽子就 OK 了，啊，看起来很，看起来比较正式嘛，啊，哎 ，Italian， who takes care of your restaurant? I left Italy once. You left? Sister's still running the driving at there. Ah, the sister took care now? Yeah, she's doing my stuff. Why you left Italy? Because we separated and now I go to Iceland to start a new loving hut with other sister. Working partner, yeah. Okay. Is it good in Iceland? I love it, boss. It's such a special place. Yeah? The energy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yeah. I've been there once. Yeah. Really good? The nature is so good and not many people, and I feel it's fantastic. So okay. Special, yeah. Oh, so maybe that's your place. I hope so. Thank you, Master. Okay, wonderful. I've been there once. I just passing by. 我说今天哈不是正事嘛，我本来没有打算去看你们，就刚好去看鸭子，看他们两个留下来孤孤单单的。 我就想到你们也许也是看不到师傅，也觉得不小空空的，<笑>所以我就出来看，所以我们也不是正式的嘛，所以没有穿什么正式衣服，就是我在家里穿的，我家里穿简单的，本来是比较大一点的颜色了，也是有不同的颜色，那个淡灰，然后黑的灰，然后。 好像土的灰，多数都是灰灰色的，专为了舒服而已啦，懂不懂？要穿什么都好看，那就好看啊。土一点土，放一点土上去就 OK 了嘛，<笑>很简单啊。我山洞里面挂，大概四五套这样子。
就够用了，平常就这样啊。现在都搬走了，衣服漂亮都搬走了，什么都搬出去的，因为受不了，东西太多太复杂了。我本来认为当和尚很简单，结果呢，哦，帽子还要装潢的，啊，耳环的，啊，什么项链的，啊，手环的，哦，高跟的。不过这个还好，有一些更高的，以前穿那些更高的，跟小姐一样。现在还好，因为我搬家很多次嘛，所以那些真正的高跟都留在什么法国啊、意大利啊、什么西班牙啊，哎呦，不知道了，还英国啊，不知道在哪里了。啊，台湾也有两方了嘛，那西湖都留那些我不要的，很高的。很尖的那些，前面也尖的，下面也尖，有没有啊？啊，以前啊，年轻的穿比较好看，现在穿了布袋也好嘛啊。我怕你们不习惯我这种什么朴素的衣服了，所以解释一下。我本来应该穿这种的啦 ，OK？ 为什么搞得生活这么复杂？我以前还没有当出家人以前，我跟一位佛教的和尚讲，那位他很会算的，他算当来的。他说你以后会比你的所有位的师父都高都亮的。我那个时候笑一下，我是快三十岁而已嘛，家庭主妇的，每天那个坐巴士去工作的啊。中午晚上回来煮一个饭等先生的，哪有比我所谓的师傅都高呢？哦，那个一位老师傅，他是越南的难民的，不过他是和尚啊。哦，我现在想找他找不到啊，我想找他，跟他说你说的对。因为那个时候他讲的我笑的，我不相信他。后来才觉得他真的好厉害，他一直想讲那个类似的事情，他那个时候对师父非常尊重了，我那个时候是书而已啦，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念经啊，拜佛这样子，在家嘛，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怎么能够以后比所有的你的。那个时候他一直说讲我那个皈依的那些几位佛教和尚啊，因为我们谈的事情说哇他们真的好有运气啊，修行那么高就很光亮很荣耀那种就对了啊，我被绑了我没办法讲，我说哦你以后会比他们更出名更高等更荣耀的。所以我在那边笑我，我不是不尊重他笑，我就是认为他开玩笑。他这个人很严肃啊，他不会开玩笑的。不过我那个时候，我认为那种脸啊，不管他严肃或是笑容，都是和尚的嘛。和尚开玩笑也是严肃的嘛。我看他脸不笑，不过我笑。我认为这个是和尚的那种庄严，因为不能露牙齿出来。我认为他开玩笑也很那么严肃的，因为遵守规矩啦。他我认为这样，所以笑我自己一个人笑。他说真的啊，不是开玩笑的，不过我还是笑的。然后几十年以后才觉得他很厉害。我就跟他说哈，哎呀师父，你们师父们呢哈，就生活好简单呢，我很羡慕，我也喜欢这样子。你看我去工作的，今天要赚这个，明天要赚那个，然后去跟先生在一起要赚那个，啊，开会的时候要赚那个，跟人家一样嘛，啊，这好复杂了。
我认识不多，我认识几位和尚而已，他们都经过我家，然后我煮饭，素吃给他们吃这样，就不知道他们夫不夫妻，我那个时候不懂得讲什么，怎么当和尚会复杂嘛，我也没看到什么和尚复杂了，我也不知道了，我认识不多，我认识几位和尚而已，他们都经过我家，然后我煮饭，素吃给他们吃这样，就不知道他们夫不夫妻，每一天我不感恩，恭喜，真的，我们很惭愧，开了这么多年的混餐馆，感恩师父，没事没事，恭喜了，应该这样，不然业障太多，背不了了，已经明智了，还顾饭的话，又更糟糕，不过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以前不知道嘛，现在晓得就好了，OK，改掉了，恭喜，感恩师父，啊，我是福德力量，不客气，感恩师父的力量，不客气，感恩天佛。 Anymore? Nobody else has a problem. Okay, very good then.